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诸位法友持续的持咒，不要间断。如果懂得持本尊咒的话，就持嗡本扎吉吉拉萨瓦米尼巴哄佩这个咒。如果不熟悉这个咒语的话，可以观想肚脐的位置一个哄字，然后不断的反复诵着哄哄哄，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请大众持续的在闻法的过程当中持咒，这是非常重要的。平时能够持咒的话，实际上对自己的健康也非常有益处。怎么这样说呢？由于在持咒的时候这个随着持咒的过程，我们腹中的脉也会跟着运作，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法本的内容比较晦涩，然后也许就闭上了嘴，并没有在跟着念诵或者持咒。但实际上，如果能够跟着做咒语的持诵，对于自身来说，从生理的健康来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待会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懂的话就持本尊咒，不懂的人就不断的反复诵着哄字，希望大家不要间断咒语的修诵，希望嘴巴能够默念这样子的咒语的。人家把把那个西方拿的就他们拿送把的就是谁谁谁的嗡阿弥陀佛谁的呢，说的这个在那样做不了的，做的是那大碗的什么样，我带着带着谁都送不了的，人家靠供养的呀，人家靠老公的，
对马可罗的几十千多个乌有的，千多呢，等于五千多个乌有的，千七十八的，稍微高啊差呢，等于看都都有关系乌的，千马车了开的嘞，车了开的嘞，千马车了对家，车子给家这些呢，那对了的，恰当毛松，羊了吃瓜，羊了打瓦，羊了龙马的，那不记住马不就是。先不等把车拖完，人们就卡不把那个把车子拖掉回来了。人马到了这个地方，拉过来这个，这把车这叫马压了，等于怕打了回来了。等于第二天看，我都叫他们没把伞了，先嘛没把伞呀，先烧我枪，先没把烧我用回来了。第二天起来了，接回来了。起来接了这里，现在是雷军雷军往那是拉什么？你说这是哈巴这个人的？哦，家家家几万块是有吧？这他就这这这哈几万块是哈，可能这也就比这个大大大那个没有嘞。这位哈叫干净不嘞？这啥子这把啥啥子嘞？东冲冲了，你把钱没有嘞？举例来说，在极乐世界仪轨，也就是无量光佛的成就法当中，也有提到念诵。本尊种子咒，种子字辟字的道理，在阿弥陀佛的法门当中所念诵的咒语是 Om Ami Deva Shi， 但仪轨的说明也提到了，仅仅念诵辟字作为替代，专门念诵辟辟辟，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在持咒的过，在修诵的过程当中，令咒音不断，非常的重要。其实，持咒不断是为了要让心能够。跟随着咒语而提起正念，就像是我们观修咒轮也是这个道理，心要随着咒轮转而专注于其上，如此一来就可以使迷乱的心得到净化。如果心处于迷乱的状态是像什么样子呢？例如当我们跟他人交谈的时候，所谈的话往往涉及贪嗔痴三毒，要么谈论跟贪欲有关的事情，要么谈论跟他对他人反感的事情，要么呢是不涉及善恶的无记法。总而言之，就是在这样子的三毒当中打转。随着迷乱的心，我们内心的三毒习气就不断的像是降雨一般落到心上面而累积了起来。但是当我们在持咒的时候，随着咒音的宣扬，习气并不会。负面的习气并不会因此而种在心里面，反倒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持咒，这样子的专注，而使得内心习气，负面习气得到净化。此外，当我们心中非常专注的在目标物上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清明，进而使内心的智慧得以升起。长久以往，那么我们对于业力因果的道理，对于前后世的规律，这些道理都能够一一的明白。当自己越来越清楚这些道理以后，就会能够确信，哦，原来前后世是100%成立的，100%可以确定笃定它存在的，进而我们就会对业力因果的道理更加的信受。这就是佛法当中提到能够以能够事半功倍的一种修持的方式。
在序部当中有一个关于密法功德利益、持咒功德利益的校正，那这个校正的来源有一点点记不是很清楚了。这些在场的这些善知识他们应该很清楚。那个校正的意思是说，密法具有方便多门，不需要经历种种苦行，适应最上立根者，而说了殊胜的密咒方便胜。他的意思就是密法能够以微小的付出，不需要经历广大苦行而承办大力的这些道理。那么也就是掌握一个要点能够获得广大利益，这样子的教法我们称之为口诀。就像是莲花生大师也引过这样子的教证，在我们灌顶的开示当中也都会谈到。重点就在于密法它是能够把握要点而发挥大力的，这一点我们需要晓得。否则的话，有些人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密法谈论那么多的东西，这到底在做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要从把握一个关键而承办广大的毅力，承办广大的结果，这样子的为了要呈现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了这些宣说。我们要一一的了解密法的所有的面向，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掌握其中的要点加以把握，这样子去修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于这一方面有所认识。这里只能学校的人呢，话就过了广大，这学校的人话就过了广大去了，话当然就太大，就是做的那么多种话，大家这个有的把街上怕火龙把火龙人话的去了他们这里有的去了怕这个人话，大家都告诉别人话的没有看的，没有几把的，没有几把的话的抓着把枪过话，他抓了几年抓住几年就多把有的抓住了几年，今天我说抓住几年就剩下给他些错了，给他几个出药我都给他生干了那么几个人，他就属于中立中的生大地做了平时到时候你错了恰当的动画语气没办法用，因为既然这个国家的马当生命从这里扎了给你扎当马当能马当谁扎能生到谁国家这个给你生不能给你国家的扎给你说起不用用的人跟你们这个给他做法的些呢，南洋昆啊国家做法协同的这些当时把结果他当然这个有的第二扎东的这些做法的让我的人啊上出身的呢，这种扎上我的哦身体他这个扎把这里上我的你错的让你上出身做了我这个要给我有的你都用第一个扎的你用不有的这边的你扎的他的搞起来的吧，你的话的评论的呢话的评论就不过什么有的当你开始听的开始听了嘛的开始在北都有的不是开始我说北都没办法有的这里就当话的就他觉得你对空了吧，说我知道哈过的他当那里学完了这里那哪里去吧，那去哪里去吧，那是哪里去吧，是的那个小孩子你妈啥是七八七八的了刚才的妈趁着人的了这下一块人都可以有人说本来这可乐平庸的妈可乐我们怎么平庸的没加班我们怎么在蓝口的平庸的可乐平庸的妈可乐平庸的人这把有的人家可乐都没事那可乐都没过他让咱们这种可乐都别打开有的全部就会不到你蓝口就不是中间的刚刚没去就是中间的蓝口是中间的没得通车的这里人少中了没接人少中了没接我在来了我就买了来了接了这把没了好像是来了接了来了接了落多了就差没接了感觉没了接没了接了这里没接的这里没有你他们出去上去想想这里感觉后来他是有的没了接靠谱有的来了几岁老有的特别多吧杀到了大堂就买了大堂把他们来了几岁会有的这个马上一种的这个去说大堂把他们杀来了几岁老一样空还有的